会让我们学到跟很多就是升学考试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老师在前面会教我们用 Flash， 然后动画，然后还有写程式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部分就是在于自己去操作，因为实际看一遍跟动手做一遍不一样，而且大家是一组的，然后就有人记某些部分，然后每个人记的部分都不一样，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动画，然后很好玩。这你也好了，那你怎么有事跟你们两个人看？你们喜欢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纯二的转身，但是我已经用了。心里面想要就是那些需求啊，还有创意，全部都就是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，然后就是透过一些讨论啊，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就是做一套有系统的整理。有四个人一组，那每一组都有一个主题。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模拟动作，那我们希望他们机器人其实是要加上一些创意设计，就是跟前面人性化设计的结合，所以我们是要他们用电脑绘图 2D 的软体把整个机器人的外形画出来，然后乐高不能做的动作它也可以在 Flash 动画里面完成，帮助学生把他们的这些想法然后去确认，然后看是不是都能够顺利表现出来，去重新诠释他图里面的意思，去感受一下他到底在画什么。好，那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画下来，他画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去跟学生讨论说，他们希望机器人做出什么样的动作，有用哪些感应器，然后会在什么状况之下做什么样的事情。那这个要经过一番规划还有测试。某天深夜，孤枕难眠的小卢克在半梦半醒之间，突然觉得寂寞难耐，需要一点心灵的慰藉。于是他大喊：“小朋友，小朋友！”